秋雨啊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有人能为你作证吗？请父皇降罪于儿臣。何事啊？儿臣今日在殿前游廊，不慎与一宫女相撞，衣服被茶水泼脏。随后，我便与秋雨去马车上更换了衣裳。儿臣本想这是殿前失仪，不愿提起。不过，现在不得不为秋雨作证。父皇可以搜查儿臣的马车，上面有换过的衣裳。罢了，父皇自然是信你的。既然你的衣裳已经换了，也算不上是殿前失礼，不是秋雨就好。儿臣斗胆请示父皇，此事另有蹊跷。既然秋雨并没有见过项链，甚至彼时并未在宫中出现，为何有人会看见他？而项链又去了哪里？你说呢，二小姐？啊，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奴婢妹妹莫要动气，而且审人也不是这么审的。我且问你，你方才说看见一个宫女将项链交给了，那你能说出她的样貌特征吗？又或是你能将她指认出来吗？她长相没什么特别的，身形不必再编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个。陛下，秋雨斗胆，请陛下下令搜这个婢女的身。秋王妃是怀疑奴婢吗？奴婢清清白白，怎么可能？这就是臣妾那条。不是我偷的，仙儿小姐，蓉儿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。仙儿小姐，小偷就是你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偷淑妃娘娘东西的？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，否则小心你家人的性命。奴婢招了，奴婢什么都招了。这条项链是我在御花园里捡到的，已是鬼迷了心窍，想要据为己有，没想到是淑妃娘娘的心爱之物。我一甚至自己惹了大祸，怕被问责，无奈之下才污蔑亲王妃的。奴婢错了，望陛下开恩。来人呐，将这个贪婪的婢女关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仙儿小姐，仙儿小姐，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抱歉啊，姐姐，妹妹身体有些不适，先不奉陪了。别急着走啊，我行军打仗多时，也略通医术，来帮妹妹把个脉吧。哎呀，妹妹这是得了心虚之症啊。姐姐这是何意？意思是妹妹经常做一些铤而走险之事，难免气虚郁结，心情不畅。若是想要完全治愈，除非剜心挖肺，否则这脏污怎么洗得干净？姐姐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妹妹，我最近在家研究了一些新菜式，你来我家品尝一下吧。
一定要来啊，别辜负了姐姐的一番心意。车宇，黎墨哥哥，刚刚的那一幕真的把我吓坏了，幸好你机智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我还要帮你完成大事呢。你还是那么体贴，秋雨，你真好。啊，对了，黎墨哥哥，府里最近新来了一批厨子，我刚邀请了心儿一起来品尝，要不黎墨哥哥一起来啊？正好我们可以叙叙旧。好啊。王妃可是让本王好找啊，原来是在跟二哥叙旧。我们回家吧。好。慕容秋雨如此，定不会背叛我。